好，大家好，我是大儿。今天我们收到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噔噔，第一粒口香糖，最近很夯哎、欸。看了很多人在介绍它，可是我其实对它还是充满了很严重的好奇心。它里面是掺了什么银杏叶的萃取物？脑子那么烂，就要多吃一点银杏啊，补补脑。可是银杏叶是我们平常路边就是看到的那种吗？你就这么认了？啊，什么意思？没关系，就是他要多吃银杏。刚刚在讲我记忆力不好啊吗？很严重的看得出他脑子比较不好，对不对？我还呛他，他还感觉不出来。有新闻说其实没有用，真假的？对啊，我一直在以为他可以像小叮当里面记忆吐司这样子印一下吃下去就记得了。可是他应该算药品吧？因为他上面有写什么医师什么的。他上面有写，而且后面也有说什么要跟医师相谈什么什么什么的。中高年适合哎，好适合你吃哦。就跟平常我们吃药一样，怎么可能吃一次就会好？所以。你又要偷抢我？怎么？你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就是跟我们平常吃健康食品一样，怎么可能吃一次就会好？一定是要持续吃啊！我觉得。可是也要看它好不好吃啊！如果它很恶像药一样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银杏吃起来什么味道？我没吃过，其实。我们就先试吃看看它好了。先吃这个人家吃剩的片状的。它就一包里面好像不知道几片，然后每个包装不一样。对不起，因为我没有完整版，就是人家吃剩的。我们就是捡人家剩下的。人家吃一吃，说：“哎，这个很有趣，不然你们来拍拍看好了。”那我们就拍拍看咯。哎，好诚实的把它讲出来啊，好，免得人家以为是业配。这是黑色吗？不是绿色的吗？难道我色盲？哎，这是绿色的吗？为什么我这样吃完之后它变红色的？因为你们是口红。嗯、有一个苦味，有吗？有，哎、欸，有，脑子变好吗？是谁说它像青剑黄剑的？像青剑的比较苦的版本，嗯，它有个隐隐的苦味会从后面跑出来。难道银杏是苦的？不知道，没有全吃银杏，毕竟我还年轻，还不需要补到这个。它不会像大家说的哦，就很普通那样，还是知道它是有其他东西的。我觉得很普通哎、欸，多的苦味的青剑，它这样比较 special 吗？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吃的苦中苦。方味很像，片状的跟颗粒状的味道会不一样吧？这是颗粒状的，它像个球体一样，它一定就是被吃过，太难过了吧？我还以为这么好心从日本带礼物过来给我，可是它好像不好买，它是日本 Seven 限定。好啦，谢谢提供我们激励口腔的这位朋友，好像我眼前变得比较清晰一点，刚很模糊。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听到你讲比较多的话。那你刚刚在干嘛？他说一下吃两颗，一回两粒。你平常吃 Airway 会吃两颗？一颗，我觉得太凉。你们呢？正常人 Airway 都吃几颗？我会看心情。绿的，嗯，味道不一样，这个很凉哎、欸，而且很苦，这个比片更苦很多很多，这个像在吃药，真的好苦，可是我还是蛮享受的、欸。你好变态哦！你是那种很爱吃苦的人。但苦茶我还是不太喜欢。吃这种东西，你就觉得好像在吃一个健康食品，吃完好像会变厉害。嗯，好，我愿意吃。我都已经忍受它那么久了，我要试你了。玩什么测试？玩游戏吧。现在是记忆力大挑战，我们现在拿了26张扑克牌，玩就是钓鱼，可是只有26张，我们叫半吊子好了。半吊子什么啦？好，我们现在限时在15秒里面，然后看谁翻的对数最多，谁就获胜了。I'm ready。Hey, go！你干嘛翻重复的？你在干嘛？到，停！我还是只有一副，真的烂呢！怎么办？现在换到 Erica 选手了。准备好了吗 ？OK， 好了。准备开始。4523。Q 2 2 3 7 9 4 5 2 3 7 9，那好强啊 ！K Q 是 Q 到三副，好强啊！怎么会这样、啊？我得到最终的胜利。我们刚试的是钓鱼网记忆口香糖的大挑战，我又赢了。我每次都是 loser 哎、欸，到底是跟他有没有关系？就我们两次的量是一样，但是我还是赢了。平常不是有偷练吗？你要不要说一下？不打不打不打。所以这个是私人 paper， 你有要公开吗？就是你在翻的时候把它念出来，把它念出来之后，你有相对应，其实你后来在翻的，你会马上找到那个数字。大家知道了哈 ，Erica 是比较聪明的那一个。然后这个口香糖到底有没有？我觉得还是要长期去看，这是睡眠不足关系。怪我喽？都我在剪片呢，都我在讲脚本啊。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然后可以留言跟我们讲，就是怎么样增强记忆力哦。然后脸书按赞请进，拜拜，拜拜。